这谁你认识吗？烧饼。烧饼是吗？我特别想说画饼啊。这烧饼啊，烧饼他真名叫什么？烧饼的真名他就叫烧饼。没有啊，就叫烧饼啊。嗯，这真是李泽峰吗？是瘦了。那他比人本人比照片好看，像来参加婚礼来似的。有没有？对，我看坐那他们自己找地方坐，像参加前女友的婚礼，两位都有点像前男友相知。就是那小孩儿，嗯，陈志鹏吗？对对对，陈志鹏，是陈志鹏吗？对，是的，是陈志鹏，真陈志鹏，他没这么高啊。阿泰，他演《还珠格格》了吗？近几年我只记得他是穿奇装异服的各种时装大秀什么，在飞机场上。他长得有点苦，家里担当了，他估计在拍戏。就是脸好小呀。瘦了呢，感觉瘦了，他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没有没有，他我曾经采访过他，但他平时瘦了，跟他爸越来越像了。对，看到杜老师的原来的样子，感觉跟杜老师刚一侧脸，特别像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嗯